Hello， 我是大鼠，今天要介绍一位从英雄联盟 S2 北美排行榜第二十名，2700分。S3 到 S6 最高排位爬到精英第三名， S7 结算拥有四个精英账号， S8 到 S9 都是精英。他在2015年以及2016年拿到 ULOL University League of Legends 冠军。ULOL 是由北美大学学生运营的英雄联盟俱乐部的网路，从2019年2月11号开始在 Twitch 实况至今，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开实况。S10 单双积分使用勒布朗98场 65.3% 胜率，是 League of Grass 北美勒布朗排行榜第二名，也曾使用勒布朗120场 72% 胜率打上精英的勒布朗 Bob Team。 使用的符文死亡电型即刻终极眼球收集器、嗜血猎人小兵去脂器、时间扭曲药水、攻速、嗜性、模仿或自行调整。若对上亚素、阿卡丽、伊瑞、加里欧，即刻冲击改带血势。小兵去脂器他喜欢丢在远程小兵，可以简单使用一个 W 清掉小兵。时间扭曲药水除了来线以外，还能在被点燃的时候保命，以及获得额外跑速，减少被敌人击中的几率。符文带攻速可以在尾兵的时候更顺畅，也可以带附魔之带卓越。如果偏向打后期，则选绝对专注。装饰技能闪现点燃技能点法 WQE， 出装顺序污浊药剂、黑暗玉玺，对上奇勒斯、囚女、蛇女这类战装法师，法穿鞋、失落之章、鲁登回音，对上安妮、亚素、血鬼这类秒杀或棘手的角色，失落之章、卢登回音、法穿鞋。如果敌对很多 CC， 就改带水星之靴。敌人有回血、吸血角，带黑魔禁书。视情况选择魔穿棒、女妖面纱、金人顺风就出、法帽或蝶书。除了刚刚说的符文装备，他的影片还有提到勒布朗技能完整介绍、连招、进阶技巧、初期到后期应对、对抗特角的方法，是非常详尽的勒布朗攻略影片。想练勒布朗或是专心勒布朗的玩家，一定要去观摩。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观赏北美第一勒布朗 Bob Chin的精彩操作。Took a swing at a wrecking ball and I prayed for my downfall and I found a way to reconcile, cause in my heart it's not worthwhile. It's a bloody battlefield where some go down, others heal. In the end it's all the same, all you can do is play the game. Too many lows, too many highs, too many things to criticize.
谢各位的收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也欢迎你们加入英雄俱乐部 Discord， 里面可以组队交朋友或是找到我哦。还有别忘了来看看随机实况频道，提出你们的任何问题一起与我互动，我会在新影片回复你们的留言。我是大鼠，下部影片见， See ya。